用 there is 还是 there are？ 很简单，单数名词用 is， 复数名词用 are， 不可数名词还是用 is。 这有一个例子，一个单数用 there is a pair。 这有一些例子，一些是复数， there are some pairs。 这有一些水，水是不可数名词，用 is， there is some water。 好，还有一个 there be 句型非常重要的就近原则，离 be 动词最近的是单数，我们用 is， 离 be 动词最近的是复数，用 there are。 例如，这有一些梨子和一个苹果，离 be 动词最近的是一些梨子，是复数，用 there are some pears and an apple。 下面一个题，这有一个苹果和一些梨子，离 be 动词最近的是一个苹果，是单数，用 there is an apple and some pears。 你都学会了吗？给老师点亮一颗小爱心吧。